弟弟要当警察了。你要这一台坏掉了，你看姐姐都贴了。你那个不会啦。你会不会？你用跑的去抓那个姐姐。这一台。阿婆。哇，姐姐被警察催了，停！对，那姐姐穿红灯，对不对？叫姐姐要停下来。啊、哦！你去哪里？坏人在那边。抓到了，要去哪里？你坏人都没办法抓了。你要换工作了，是不是？你不要当警察了，啊，你要当什么？